怎么区选了？孩子还没见过区选，这区选怎么选？孩子真没见过区选，这哪都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感觉好一点吧？哎，孩子真没见过区选呢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调一下音量，那这把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好家伙！这是哪跟哪儿？我都有点分辨不出来哪边是哪边的地图哪边了。这开局出现在鸟笼旁边就是个很好的点位，真的很不错。哎，我开始有点怀念我的。哎呦，还真撞鬼了，什么鬼？给我看一眼。速闪！你闪盖世的追击能力，我直接拉点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只能说你闪盖世的追击能力。反绕了，坏了，我真傻逼了。只能玩这个死亡点。完了！要死了捏！把闪现吃出来吧，兄弟！要死了捏，家人要死了捏，还进不了废墟，跑进去了，还行，但是废墟有人修机啊，先把这个板子放，技能响是不是？还行，其实起码是溜起来的，虽然第一刀吃得很蠢。你飞过来嘛，冲，就是冲。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我菜了你也菜了是吧？那我没绷住啊，笑嘻了。你闪的台刀你怎么戳得到我？你闪的台刀不是就这么窄的一个位置，他为什么能，对吧？那我直接翻这边来不就完了？这把感觉速闪要气炸了呀，真的要气炸了。这个小点位你怎么杀我呢？哇，他工作上还过去 OB 了，我发个专心破译吧，躲一手。哇，看到我，还没打到。哎，这把溜的有点抽象啊，我感觉很抽象啊，不是一点抽象，是很抽象，多少有点抽象。这里还不知道有没有地下室。死了。哎，有点抽象啊，但是电机都压好了差不多了，其实一台80一台50。怎么不算溜得很好呢？怎么不算呢？你秒掏涛哥，这涛哥你也能当的。死了，记。你为什么要当涛哥呢？对，旁边有电机，你再骚扰一下也可以了。一棍子啊，打呀打呀，一棍子好棍，没打得强，这电机要压好了。你这把打得好混乱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非常的混乱。你还跳舞，你来真的。给我看呆了，我走，开枪。那我真的笑嘻了。我总感觉，哎呦，还真撞鬼了，结果呢在我附近。真是啊。先这个房子绕一下。地下室还行。这个点位跟杰克绕还是能绕很久的。是不是这里他如果不带封窗，那我直接拉点走，走走走，封窗还差眼，那差眼这个点位就不能多带了，直接走。哎，苦一苦古董，让我多溜会，古董还得过去把那个眼睛拔了，不然根本玩不了。两板子一放，赶紧冲，蹭实体。哎呦，这没蹭到，完了要死了。
啊，没啊，渗到啊，当我没说。那就还好，尸体还好蹭到，蹭不到尸体，那我真是要哭出来了。人呢？不知道你，人呢？人呢？怎么心跳这么大？人不知道在哪儿？这人是干嘛？哦，这是，我是不敢走那边什么。八点直接走，鸟，谢谢你，但它有闪现的，翻闪现，不闪，冲！嗯，还是死了，这鸟不该给的。哦，对，它是插眼，我防个屁的闪现，真是太呆了。好怪呀，怎么今天六的鬼都这么抽象啊？今天我发挥不好，屠夫发挥也不好，都好抽象啊。这杰克追哪儿去了？心跳那么大，人却看不到，不知道，就是很抽象，抽象的要命啊。你不会，你救的有点急啊，哥们。转移目标了，直接略微思索。蹲，我听到他的声音在上面。哎呦，插眼，对，他是插眼，我不该躲的，完了。队友，他是插眼，队友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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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躲什么？他是插眼，躲不认。开呀，开。今天你